猫咪，人一个人当，他们一级要干嘛？啊？另一个人呢？完了，可能要一分半头了。对面辅助人呢？啊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。思路不同吗？这一级团居然没有跟 AD 一起走。对面下路一次要开喷，这一定不合的呀。哎呀，完了。OK， 骗他一套，接他一套技能，后面这一套伏笔来了。Q A 一个 W， 点燃 B 闪，不交闪。OK， 点燃 B 闪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不是说我在他的一技能，我往他脸上冲，第一是骗他技能。技能 CD 冲上去相位骗技能，第二是翻这种草啊，这种墙卡视野贴脸，扣 W 他没闪的，能帮一下吗？哎，找个人，我刚追他好像塔下的兵没吃到，我追到他的塔下了，不要 Q 闪一个 W， 哎，疾跑 OK， 我以为可以碾死他，这小子疾跑换我这个。上位吗？不然你走运。没注意他带的技能，这波相位，这波灵光披风闪现，灵光披风结束之后，我们是要利用这个相位杀他的，直接疾跑拉扯我，抵消掉了，这波属于是加速抵消。秀叶兄弟，那个交给你，我杀这边了，他死了。秀哎 ，W 触发相位翻 ，A 一下 ，A 一下，翻墙到脸上一个补血，没带 TP，OK，、OK, 这线可以推。哦 ，nice 兄弟，好打野。这伤害是计算好的还是什么？兄弟，怎么一个惩戒为一个 W 50滴血都能吃掉？他这个是失误了还是算好的呀？完了，人心叵测，兄弟，我已经有点不懂了。这是细节吗，兄弟？还是失误了？他把这炮车正好打到50滴血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惩戒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谢谢天龙会妖女送的导弹。哇，细思极恐，兄弟们！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好打野，我想了一下，50滴血，你有细到这么细吗，兄弟？惩戒完剩50滴血，你人还怪好的嘞。现在多少想的有点恐慌。速战速决吧。喂 ，OK， 结束。哇，这里怎么有个？哎，这个东西踩了它又加法强，不踩它有视野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踩还是不踩？这个破罗它可以存在多久啊？不踩的话。他们活不成了，很犹豫，硬吃一车不成。哎，怎样？死不了，再对反杀你兄弟，往这边反翻，挖机机自己过来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
我挖掘机，他应该 挖这个墙，大表挂墙，大招加速 ，AQA 死 ，nice， 不亏的。中路和打野换人头，打野可能算是不亏，但中路绝对亏。但我多了300，他最多多我几个补刀。我从不妥协。这波我故意往这里跑的，其实我们往下面跑，早走。我这波大招想杀一个人，啊，甚至连辛德拉的助攻都给拉掉了，还可以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就是接了那个乌鸦的 W， 我刚刚没有他这个 W 打我那么点血量，我应该活了。最理想的状态是杀了人我还活下来，不过也挺好的。这乌鸦半个地图支援是我想不到的，还是分析少了啊！哎，我杜城哇，三滴血还在。Nice 啊！无人加猫有这种压制力吗？游走于刀尖之上。无处可藏。哎，能跑不？我来救你。飞过来 ，W 走 ，W 闪 Q 啊 A。好了。哎，还有个军舰。OK， 狂按就行，不要按的那么细腻，狂按它就可以翻过去。像这种缝隙 ，W 挂上 ，QA 拉个刀 ，QA 一下，你先走。拉扯，等他血路没，完了。W A 一下，二段挂死了。走位。完了，走位，减速了之后根本走不掉。刚才有幽梦加速一下，可以抵消他这个减速。A 一下，哎呦 ，A 一下，哎呦，只有傻瓜才会为你看起来挺秀的。诺手原来刚才二速行，怪不得走不过他。躲掉了，加速逼个闪，逼个疾跑也可以，往后退，他往前追。峡谷相对论对他没用，这个人稳到极致了。一般我往后退，他就往前追一下，直直的往前走。你小子挺懂，没有眼。不挖我吗 ？QA A 一闪 ，W 一个大招加速，一个平 A 流血流死，拜拜。一直在拉扯他，他要是要顶我的话，我们就往后退。还敢在我面前排野？我刚放的那是75啊！你要这75，这不就是要我炮车的钱吗？炮车不就是要我的命吗？哇，硬墙极限，下路起飞了，下路优势赢一半，下路要优势的话赢一半，现在还是下路版本。无处可藏。哎，去上了呀！还幽梦，怎么样？小子怎么心态这么稳？去围，触发一下相位，好。先开幽梦就是要躲他技能，幽梦没了，那我们这波不能往后退。以进为退 ，QA 打个相位，加速了再跑，这样他很难瞄准。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先开幽梦，不过他等我幽梦加速没了，他再放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
幽默的幽默和相位加速起来，难操作的，啊，可能有一个原因你需要适应一下，叫难操作。但是另一个原因就是对面很难瞄准，啊，跑得这么快，很容易空的对面。这个我说实话占主要原因。来了，马上来。哎，你要去下吗？中路呢？要不没闪的呀，你刚打的。哎，有点奇怪，为什么维恩的大招我可以看到，其他人大招我看不了 CD？ 没有机会了。刚才维恩的图上五秒 CD 显示了，其他人没大显示不了。bug 吗？你跑开一下。啊！操，神！哎，什么情况？无知附体！我让你疾跑是让你疾跑跑的呀，你怎么把他杀了呀？哎呀，不用说你这次。什么意思啊？认识我吗？四杠二杠一的难道也不算很好呀？翻躲一下，大招加速，完了，往前翻，挖我呀！他挖我能反杀，相信不，兄弟们。无处可藏。来，给兄弟们开个宠粉，平时一款卡牌子，通过这宠粉模式只需要一毛钱，一毛钱就可以拥有夜刀神的牌子，还可以上贵宾席，顺便抽一杯奶茶。只需要一毛钱，兄弟们，开个主播的粉丝团。哎呀，配合上，挖掘机破盾，诺手要义务。哎，把线清了，你把线清了，兄弟，这些我来打断。玩弄，哈哈哈！哎，没事吧？去喂，哥，我这伤害不低呢。大比外伤，空中大招，近战 Q， 拜拜。近战 Q 这个暴击，收割的时候会方便一点。不要妨碍我。感觉能用近战 Q 的一个情景，好像也只有这种收割的情况。正常一 B 的时候，这个东西还比较乏力。神倒了 ，OK。对愚忠队伍来说，那一瞬间，兄弟，我以为他又要附体了。我刚才翻墙我都没翻，视角交给你了，兄弟。我来了，无处
不可藏。哦，大不挂伤 ，QI， 拜拜。不敢再追了，挖局就把我盾破了。辛德拉 E 还没放，再追要被控。还缺一个平 A， 缺一个平 A 或者缺个点燃。好像有个挖掘机啊，我看到了。刚外墙可以看到内墙 ，OK， 刚用的果然在。不方便啊，兄弟，他要闪现顶，我能把我秒了的。他上了，我们再上，不能让他听到我。Q。假装大，假装傻子，原地不动。Q， W 打断。OK， 兄弟，我在等 CD。Q， 他们活。Q， 哎，没 Q 出来，闪现躲一下箭台，一个 AQA， 拜拜。玩的就极限，我在等大招，你在等什么？啊、哦，夺掉一个技能了吧？他追我一个 Q， 哎呀，他的 QE 我没躲，但第二个 Q 我躲了，不然死了。这个压力大。奈斯，只有傻瓜。来来来，这个，这个，打刀。啊！坏了，我王来了，神王来了，哎。热血班长 ，OK， 他没用神王。能杀吗？我尝试一下，2600血滴血，有红 buff， 红 buff 是个伏笔，但我也有。不要妨碍我。啊、算了，杀这种还是太难了。我杀脆皮秒杀，杀他可能要被反杀。他 counter 我，暂时都 counter 刺客，秒不掉他，还要被他反秒。贪了是吧？最后秒回城打断 ，W 后方相位，走吧，不用看了。这还交闪啊？你是对自己太自信，还是小看我的伤害？这是我大都没开，兄弟们，点燃也没有。他好像以为我把他放了。不可藏。先杀诺手，不要被他血怒扛起来。Nice， 拿下就是打我们的蓝刀，真潇洒。那我觉得主播玩的不错的，可以卡牌子，左下角小电视只需要一毛卡牌子啊，就一毛。来、right。